杭州余杭有个河景映月台小区，刘先生说，2018年他以父亲的名义在这儿买了一套房子，同时买了两个地下车位，车位总价50万元。2019年小区交付后，他看完房子又去看车位，怎么都找不到。然后工程人员的话呢，就离我们他整个地下车库啊绕了一大圈，绕来绕去绕来都找不到。刘先生买的车位，一个是549号，还有一个是507号。当时没找到的是507号车位。后来他们领导说：“哎，他说这个车位是取消掉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取消掉我们也不知道呀，你交房之前从来都没给我们讲过啊。”为什么取消呢？他说是什么验收不了啊，什么取消掉，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。采访现场，记者看到了506号车位、508号车位，但没看到507号车位。刘先生说，这个靠墙的位置规划里就是他买的507号车位，现在这里装着通风设备，后面是一道门。本来开发商没有主动告知车位取消，他就有点不高兴了。后来双方协商换车位，对方的态度更让他难以接受。他说你要过来写个申请啊，怎么着？反正就是态度啊，就感觉就好像他们很主动，我们很无所谓的这种感觉。我要两个，你给只给了我一个，你要我写什么申请呢？你这搞得好像我们的差错，我们出错一样，我们有问题一样的。刘先生说，这套房子买来后一直空置着，关于车位一直在跟开发商沟通，但客服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双方始终没能达成一致，事情就拖到了现在。我现在在想的话呢，如果说哪个退掉退掉，反正你我要两个，你没有给我两个嘛。如果确实不能退，那我3年我的车位没使用，对不对？你也给我造成一个干扰，你总要有个态度，总要有个说法，对不对？你总或者说你要一个赔偿啊，怎么要有个态度的。小区交付了好几年，售楼处已经撤场。刘先生说，之前开发商联系他的号码已经找不到了，他来到物业，希望通过对方联系上开发商。他们还有人在这里吗？有人在，我们给你开门开掉了。按照物业前台的说法，刘先生跟记者来到3楼办公室，这里有位女士说自己是小区前物业的。那你们是物业？你们是老物业？对。您是新物业？那所以开发商，那如果我们想跟开发商联系，谁哪头能帮我们联系一下呢？我也联系不上的开发商，我们这里不太清楚，我不太清楚。您这里是老物业，您这边有没有开发商的联系关系啊？我肯定是没有呀，我就一个小员工。一番沟通下来，小区老物业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帮忙反映一下。这样的，就是说你这边有问题的车位的话，你留个电话，然后你问题的话描述一下，然后我这边的话给你上报一下，因为我也不清楚是什么情况。情况呢，开发商那边应该知道的。那我是这样的，我把业主电话就是丢给他们，他们上报到时候他们应该会联系业主的。我的电话也麻烦帮我转告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你是哪里的？就是你们1818黄金眼的。记者留下了联系方式，截止发稿还没有收到开发商方面的回复。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。